怪不得出了那么多土匪。你怎么了？我又说错了？是八年前，我妈妈就是在这儿被抓的。你说啥呢嘛你？哎，马爷，别急，您慢慢说。这次我来之前，我去看过你娘，在你娘的坟前发过誓。 只要交费完成，我就回去，安安静静的陪着他，然后再给你找个好人家。不，我现在就要回去，我要去四川读书，考金陵女子大学。这事我说了算。你敢的硬的试试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们父女相见不容易。先回马家铺再说。我就不回去。你。 好，不回去，咱们回江南，去四川，送你到金陵女子大学。啊，走吧。这司令见着大小姐可就没脾气了。是啊。嘿，瓜娃子们，你们傻笑啥呢？赶紧着，上马赶路。是。 是，小心！土匪来了吗？在哪儿呢？谁让你下车的？大小姐不用怕，有我们在。掌柜，在。注意警戒！警戒！是。
情况不够，死了三个，还有一个半死不活的，去看看。是，把绳子解开。是。水给我。 杀人了，土匪！你怎么得罪土匪了？他们跑到哪里去了？绳子，给我解开！慢！爹，你不会见死不救吧？瓜娃子。 到底是啥人？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娃娃子们，你咱的父老乡亲，门生好着呢吗？ 土匪！
正好，害怕土匪找不着呢，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黄金、女人，给我留下！男的，通通给我杀死了！弟兄们，冲啊！ 土匪战斗，上！上！
这些畜生都给我带走！是，走走走走，快走快点！把他解开。是，回去告诉你们大当家的，就是我马大山又回来了。秀林，还是我姓马的说了算。 是，愿意接受招安的，我随时欢迎。不接受招安，我一个不留。是，滚！是。怎么样，伤还疼吗？一点小伤，没事了。好吧。 我告诉你个秘密吧，我爸爸大有来头，以后别的土匪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依我看，带枪的都一个样。你胡说！我爸爸可是救过你的命，你要知恩图报。那我还救过你的命呢。掌柜，你打算怎么报答我？连坐一晚，注意警戒。好的，满意。让弟兄们，你想怎么样？休息休息。休息。要不？ 来点吃的，行吗？你饿了呀？给你吃。我再去给你拿点。丫头，别乱跑啊！ 杀人，还需要理由吗？这些年我不在，土匪真是太嚣张了。我们这么多人，他们都敢来，这不算什么。只有他们不干的，没有他们不敢的。这样吧，你现在也安全了，明天一早。 你就走。不用明天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等等，你去哪儿？跟我一起走吧。别胡闹，他要是想走，就让他走吧。爹，不能让他走。他刚刚救了我，又受了伤，让他留下来吧。
小姐，你放心，他们想要我的命，没那么容易。等等，你先别走，爹，我求求你了，让他留下来吧，好吗？爹，我求求你了，啊！好，我答应你，瓜娃子，就跟我一起去马家铺吧。 一早，我们就换装，然后风风光光的回马家铺。是。马爷到了！哎呀，马爷！ 救星来了，有了你们马家铺就太平了啊！马镇长，哎，辛苦辛苦！怎么样啊？土匪这么嚣张，这些年你们不易吧？是啊，这帮土匪一直对咱们马镇上虎视眈眈。哎，这次他可是遇到那留下的精兵强将，哎，再加上曹管家慧眼识计，他们来一个，我们就抓一个。所以到现在咱马家铺还算太平。哎。 没见着老曹啊！老曹啊，一直盼望着你回来，只可惜他积劳成疾，还是没能等到你就走了。哎，老曹，可惜了。嗯，哎，他有个义子，这小子精明强干，人又踏实，哦，而且他还有勇有谋，能担当大任，值得你多多栽培。 这会儿他去布置马家铺的房屋了，要不然他就会过来接你了。老曹的义子叫什么？曹富贵。走。山鬼。 人状，乡亲们，恭喜咱马爷就任秀林剿匪总司令。下面就请咱们马爷，咱们马总司令给大家训话。 父老乡亲，这些年我在抗战的前线打鬼子，这次我奉命回秀林，为的就是消除匪患。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，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匪徒一举荡平，还秀林一片。 朗朗乾坤，好。所以简单了，这回我回来就办三件事：第一件，剿匪；第二件，剿匪；第三件。 还是剿匪，好！马爷，做土匪做到你爹这样，他也算是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爹以前在秀林号称马爷，那在秀林一带可是威震八方。受了招安之后，反倒成了什么剿匪总司令，真厉害！剿匪有什么不对吗？当然没有。 所以我很佩服你爹。土匪也可以变成好人，对吗？土匪也是人，如果谁都能吃得上饭，
谁愿意干土匪这行？我马大山这么多年没白混，我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。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通匪，麻烦你去给捎个话，就说想要金子，随时来。 马爷，我就在这候着。你爹收了招安当上的司令，真是光宗耀祖。哎哎哎！都不要说了啊！不要说了。这个马大山如今是穿着军装来的，天天喊着要剿了我们，灭了我们。 老子就不明白了，我们也是刀头舔血过来的人，不成我们就灭了他。大家都别心急，我干爹白爷这次把他家请来，就是要商量商量怎么灭了马大山，为死在他手里的兄弟们报仇。哼，我手底下。 有百十号兄弟，我告诉你，一头狗坛子都把他淹死。到时候，女人、黄金，不全是我们的了啊？到时候哪个豪族都不要眼红！马天，你有这胆子，老子也不是好吓唬的。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我搭上了那么多兄弟，马家的黄金女人是老子的。有。 一阵风，老子告诉你，老子今天给你脸叫你一阵风，老子要是不给你脸，你怂就是个吃风扒皮的。那今天老子就教训教训你，信不信老子再把你灭了？你敢？是不是？今天就是要教训你。你敢？你敢？来呀！来呀！敢！来呀！静，都给我规矩点，白爷到。 白爷，您就是娃娃们的主心骨，说说，为咱们死去的兄弟怎么报仇吧。 马上千里渡年月，大漠茫茫任我行。别以为那马家是块肥肉，其实那肉丸的很呐。啃一口会崩掉娃娃们的牙。这么多年了，他姓马的杀了我不少的弟兄，我只想要他马大山的人头，给我死去的弟兄们一个交代。 白爷，那马家的黄金和女人怎么办？我知道，今天来了不少各路的英雄，人各有志，细听分辨。可是马大山的人头别跟我抢，至于他的金子和女人嘛，我根本就没有放在眼窝里。白爷，真是好度量，还是白爷爽快，不像某些人。 吃毒食，白爷，如果能把马大山的黄金弄到手，兄弟们这辈子可不愁吃不愁穿了。你开黑枪！我。
翻那门子的枪上没有规矩啊！走火了是，道上的不劳在意。我说满天星啊，这落地的秀才不如狗，你连狗都不如了，还整天的窜来窜去，丢人现眼呐！ 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个落地的秀才也是秀才，比你这个前朝的武举还要强些。你天天就在房子里举石所、法大刀、法老印，慢说文韬武略，把自己都变成井底之蛙喽。 你再说一遍！年轻人，不劳激动。我敢来就不怕你拿枪指着我。勇者无惧，愚者无知。我听不懂，说我干爹就得死。你现在打死我，马达山就少了一个劲敌。 将来他灭了你，还要谢谢你。慢着，小心走火，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啊！星爷，您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马达山这次回来。 人多势众，装备好而且有钱。我们如果再不团结，我可以拍着胸脯这么假说：这儿大的人，没谁能活得过年。不愧是晚清的秀才，这事儿到此为止了。以后谁也别看不起谁。白爷，识大体。 星爷，哎，进。既然白爷眼睛亮乎，那我也出些韬略。自从马达山离了西北。 我们从三国争霸变了两家争巡，这么多年，我们明争暗斗，肥也灭不了肥。现在马达山回来喽，我们再也不能这么斗下去喽，不如就拿马达山做一个赌约，如何？怎么个赌法？ 肥先攻下马家铺，马达山的金银财宝就归肥。哎呀，这个赌约可真不小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今夜这回真不小了。行了，行了。而且，不光是马家的金银财宝，肥赢了，肥就是西北绿林的准瓢把子，三山五寨都归他屯林。 白爷，敢吗？好，就这么定。那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 曹富贵见过马爷，大小姐。你就是曹富贵？是。果然一表人才，老曹好眼力。丫头，这就是曹富贵。爹在外这么多年。
咱们马家全靠了他们父子。听我爹说过。马爷过奖了。节哀吧，抽空带我去你义父的坟上烧炷香。谢马爷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我可能会长时间的征战在外地，大小姐的安危就托付给你了。马爷放心，只要有我在马家铺的一天，就绝不会让土匪踏入半步。嗯，好样的。马爷请。丫头，咱们回家。丫头，嗯，从今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吩咐富贵，好吗？好。马爷，嗯，知道你们今天回来，我特意为大小姐准备了房间。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院子也都收拾完了，您看怎么样？来来来来，这边。辛苦了。哎，快，黄一飞，好，往那边吧。你干什么呢？快过来。好好好，对，富贵。哎，往里往里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黄一飞。在下黄一飞。好，屋里边。救命恩人。好，内屋内屋。哼，我看别是夺命的仇人吧。富贵。马爷，带大小姐回房间。是。哎呀，爹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大小姐，这边请。听话。一飞，跟我来。坐吧。枪法不错，跟谁学的？马爷，我从小是打猎为生，没有百步穿杨的本事，早就给饿死了。你撒谎！从打我第一眼见着你起，我就觉着你身上透着一股土匪的臭味儿。说实话，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你有什么打算？你说老子像土匪，我告诉你，这一生最恨的就是土匪，包括你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土匪的那些丑事儿，秀林城那些事儿你心里最明白。今天老子是看在你救我的面子上，要不然我早就跟你拼命，用刀子跟你说话。对，我是干过土匪。都是被逼的，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我当土匪的时候有没有祸害过百姓妇孺。这些年我在华北的抗日前线打鬼子，干的都是民族救亡的事，可秀林的土匪呢，他们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。就是要把他们一举荡平。我没有心思听你的故事。我承认你是救了我的命，可是你别忘了，我黄一飞也救了你女儿的命，两命相抵，互不相欠。既然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告辞。站住！我还挺喜欢你这娃的倔劲儿。大战在即，你身手不凡，我想让你留下。我不愿意留下。不留也得留。什么意思？喂，叫什么叫什么？马爷吩咐了，外面不太平，让你在房间休息。
动手，你敢吗？哎，我说你们怎么一见面就打架呀？别！干什么你？大小姐，祖们马家铺的大总管，谢马爷。大小姐，这是你要找的东西吧？冲进马家铺，杀！